应该是说你要到哪一厂哪一个厂子拿？家里要到哪个厂子拿？OK， 没事啊，没有宅配啊、喔，没有宅配啊、喔。文斌早。现在在八卦山哦，现在在八卦山。八卦山棒球场的旁边。八卦山棒球场的旁边哦。这个是白虾，对，这个是白虾。你看，信宏有美腿哦，信宏有美腿哦。你哥是太无聊了。屏东太远了啦，屏东太远了，你不要问了，屏东太远了，不可能。最远最南边就到嘉义了，最南边就到嘉义而已，最南边就到嘉义而已。你可以去高雄哦，你可以去高雄，高雄有很多叫卖摊，高雄那边有很多叫卖的摊子。屏东我不知道有没有，高雄有很多叫卖的摊子，你可以去高雄看就好了。你可以去高雄那些鱼市场，有很多鱼市场有在叫卖。不是我们啦，高雄有，高雄那边是一级战区。我们要
你是海岛好来啊？在，各位在，各位在，各位各位，当时九十好年都外国好多，第二好年，到你了，努力啊！我这这好像是掉，我这不得动心，我直接在那挂我这边我在，各位在，无事的不准去，无事的不准去，各位都消失哦，在。下去了，等一下帮你聊。大只的石木鱼头就大了。大只的石木鱼头就大了。我今天要轻松直播就好。你要不要想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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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不要想
你叫老两包客座位。啊，你咧鱼头，鱼头先做老两包伊啦。刚一个啊，明仔日拄啊好。唔对，卖卖啊，唔卖卖啊。好啦，你瞬间帮你留好咯。两包，哎，两包，我唔对吼，哎，两包哦，两包，慢慢讲哦。好，你的留好了。对，小心你的东西留好了。这样比较快，这样比较快。瞬间帮你留好。我拜妈不要坐啦，应该要喊妈买五百，到今嘛都无来。系啊，买五百，今嘛无买啊。两年前买，喊妈买五百，到今嘛无看。剩下一包了，咩哦？拜托呗。你怎？你开店是物件好食呢？人拢看伊的呢？有啊，系啊，正常看伊啊，无人买。讲物件好食，看伊的啊。要来买，正常好食呢。你坐来真系，坐来买买买。坐来啦，你坐来好食，买鱼好食，你最可以我嚟。等你做，等你做。我唔笑，我今日点不了嘞？要来买，而且呢？你要白餐吗？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你要什么，等我一下。三百元，三百元，三百元，两个小件，三百。肉鱼现捞的，肉鱼现捞的，肉鱼现捞的，今天没有肉鱼现捞的。我帮你留北青一斤，香鱼大的500，香鱼大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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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没有香鱼大的。我问一下好了，你给他香鱼够多少钱啊？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看到广大欢迎拥贺啊！三百五百哦，这种钱三百，给我的好厉害！够赞的，我这回来够新的。来唱一曲，香鱼五百，肉鱼没有很老啊的哦。这样子。明阳，你看一下这个香芋可不可以哈？明阳，你看一下这个香芋可不可以？这些哦，你赶快买，赶快弄几箩，快弄几箩下来。香芋你好讲，你们两位还在那里玩，你不要给搞下来了。这个香芋可不可以？这样的香芋可不可以？可以就帮你留500。我问你看卖袂无啊？你先买，你先买。真系，我真系，我讲真系，两百啦，今年啦。两百啦，今年啦。
我做咗幾多嗰啲位，即刻叫嚟。咁當我又飲唔到啲人飲，嚟拍攞嚟喂，第二個坐啦，嚟坐啦，坐啦嚟，我係嚟，我係嚟，嗱幾部機嚟，要換面先咯。是陈先生，等内哦。手机拿来，来，手机过去来，来，我来上班来。老师你好咯。上班来，来。你看来，我再要再部嘅車翻翻我度嚟，再一啲再車又冇可能。啊，我呢個都話我都真係，真嚟啦！有埋啲嘅車啦，有啲嘅車啦，啲幾件嘅車啦，我搞翻出嚟。將條女嚟，將佢哋一人一塊，一塊料，唔該，真係一塊料，唔該料。將條女一塊，條女一人一塊料，七十啲二層，七十啦，七十頭嚟嘅。夕阳那个，我同学那边就知道好不好做，我就知道今天好不好做。哦，今天不好做。现在你们比较有礼貌了，以前有人看到我在直播都直接叫我哎，长进的，哎，拍照的，哎，长进的，哎，长进的，长进的，长你妈了，长进的。哇，周立群好久不见了，这是第一代酸民。周立群是第一代酸民，好久不见了，2019年的酸民。周立群是2019年的酸民，哇，好久，好怀念哦。周立群是2019年一直骂的酸民，哇，那大概三年不见的酸民，哇，好感动，他又出现了。对，2019年的哦，好怀念哦。2019年好多人骂来骂去，现在大家都跟死鱼一样都不讲话。一包800，不吃的，大片的。大家跟周立权打个招呼，他比你们还早看，他比你们还早看。他是元老哦，他是元老哦，你们高 A 啊、秀吉啊，你们这个都比不上他，都比不上他。对啊，2019年的长麦，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有谁啊？我想想看，那个。还有什么名字啊？好几个，我现在都没有封了啦。现在那个骂来骂去的，我都没封了，我懒得封了。大家跟立权早安哦！大家跟立权说早安。立权 ，hello， 记得常常来看哦，常常来看哦。快点来 ，hello， 两位。快点招！快点！你这谁都是几年前？上年那四五的。对。来，我有九九年的版本来啊，我不要老乡。哎。看哪？不要让小哥了。不要洗澡。走吧。好来，这些就快点。几年话，这些这些几都几年工，这几年这些工对不对？几年话这些。我去找。喂哦，快来，
真的很怀念2019、2020年的时候，一个直播下面有100多个留言，骂来骂去，骂来骂去，还在那边呼骂哦，还在那边比价钱，啊，这个开多少，那个开多少，那个多少，那个卖多少，这个卖多少，哦，那时候真的很惨，现在大家都很安静。就跟结婚十年的夫妻一样，躺在床上都不会动。姓洪，姓洪，他到处晃了，他觉得太无聊了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立权，我知道，我记得你，不然我怎么知道？你从2019年都到现在了。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都记得。你们每一个来留言的我都有记得，就算你们4年前留言过一次，现在再留言我也记得。今天希望可以顺顺利利的结束了。今天下午很热，我早上这样就知道下午一定很热。这个下午一定很热。不过有些人真的不见了，有些人在这4年内哈，有些人就直接过世了，也蛮多人的。4年内有人很多人过世了。我知道有一些人呢，就直接走了。七百一百，七百一百，张光明。